有缘感触求真理，回归本性见实相。这边的有缘感触，有缘我们比就是缘的手型。感触的话，我们右手的指腹稍微碰向我们右脸颊，这代表是碰触感触。求真理，这边我们比的是真实的真，然后佛法的法。下一句回归本性见实相，这边的回归的话，我们打的是字形，双手大拇指和食指稍微碰触在一起，然后往嘴巴靠近，这就是回两个口。本性的话，代表人人本具有的佛性，所以本我们比本来，只有大拇指和食指两手，然后往前拉，然后碰触在一起，代表是本来，然后再比一个性，佛性的性，右手食指在左手手背稍微画一下本性的性，见实相，答就是佛性显现，所以这个动作就是显现的意思。有缘接触佛法，追求宇宙真理和人生的真谛，透过身体力行去见证，就能逐渐回归清净本性，从印证中体悟真空的道理，并且回归妙有境界，发挥生命良能。好，这两句我们再来一次。有缘感触求真理，回归本性见实相。修学佛法要真理，受本分包欢喜喜，有缘难处求真理，回归本心见实相。学佛要去往回正，一力通则万里车，出自内心本分时，将名慧明自然现。皆中修定定成慧，专心一意在成佛，道心不可来见。